比较有限，这儿没问题啊。你看到这会儿，曹云正绝对得一对一得下，是吧？得过你。再看看，哎呦，是不是看不出来？反正我觉得砸门线里边了吧？啊、这个角度也，那应该是没进，是吧？你肯定这个。这儿看不出来啊，这个角度就没法看。这个球在这儿看着可就挺悬的，是吧？你就是第一个左上角的图看，那个球整个也几乎就是越过门线了，对吧？嗯，它是越过球门之后还有一个反弹，弹起来之后又往里钻了一点儿。黄云定离着近是吧？他所以说，哎，我看着这球进了，因为球这第一下啊，再看一下，这儿看看啊，他往里啊，你看他进去之后还砸了一下，又往里飞了飞啊，这儿看着是应该是进，我觉得应该算个进球，对吧？